再抓这个，再抓这个。想送塔吗？想送塔，大家都赚一点助攻，大家都赚一点助攻，我要赚手杀了。没有啊，手杀了。妈的！哇，这么这么这么，我要赚手杀了。突然觉得优米刚那个挂机完全是为了，完全已经赚到嘞、欸。哇，优米好强哦！阿卡丽 nerf 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拿手杀。拿手杀，游戏结束。直接 buff， 结束。那个家伙还想送塔，那 Yumi 直接一个算刀。Yumi 直接，哎、欸，你好吗 ？Yumi 吃完他直接莫名其妙 A 一下，那 A 一下傻眼了。你们刚刚应该是嘲笑的。还想送塔，好吧。你各位开 Pro View 啊 ？Pro View， 你各位。是谁？萨库拉。你想要看哪一个视角？不是萨库拉吗？我倒觉得想看忍者视角还是？我不排除，我不排除皮吉吗？开吉，开工大吉，不排除皮吉。有一点真点嘲讽，我不知道怎么打。吵起来直接干！你直接吵起来干他、啊！不行啊，我吵起来我也没有结界啊。他现在 A 我。他牛裂地耶、欸！对，你裂地。对，我裂地终结、欸。对啊，你为什么不去换他？他前面又还没有怒气，没有续航啊。你怎么在两等才那个啦、啊？他现在就有赚了，点燃了，他点燃了。好的，他还有闪的，还有闪。他不想招。啊？所以 MPS 的国产中单就是 Doing B， 对不对 ？Go Chinese can win。可汗去了之后发觉不太对劲。什么意思？他要公布了吗？怎么从 Full Chinese 已经成功规划了，又变成 Full Chinese？ 各位没有 Pro View 啊，你各位啊，对哦，怎样？我谁在 Pro View 嘛？哎，我刚刚试打了一场那个恐爆啊，嗯，我花了20分钟。你有没有开那个啊？啊？救援？没有啊 ，Solo 啊。开救援会打不过，不要，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进来。忍者不要，加油，交给你了。太远了，他没闪。啊，我帮你拖下时间，我帮你拖下时间。不如不用呢？来来，我来开。就像个好奇的小孩一样。妈妈，我要买糖。哎、欸，我帮你拖超久了吧？有效吧？有，你要小心啊。没事没事，高兴而已嘛。加入也过去了。那我走啦。哇，我这个拖旺。哇，我觉得这个拖物超所值哎。哇，肯定是啊。哇，下路的跑走没经验，然后中路回不来，哇。物超所值哎、欸，的拖，然后打野也跑来追我，哇，一个人拖四个。你这样子是不是直冲小反甲很猛啊？哎、欸，是我吗？对啊，懦弱的选择，懦弱的选择，直接九头蛇出起来了吗？肯定是海神斧硬靠啊，海神斧直接靠起来、啊，他会怕我哎、欸。他现在没有无敌啊，他这样六人打死怎么办？就等到底怎么出？你跟我讲。谁六等？你啊？我六等会输啊？不会啊？我六等不会输，为什么？我输。我不能大自己。啊！我会让你吸奶、啊，让他一个大、啊。我会让你吸奶、啊。我就让他一个大、啊。我真的给我来一个。Pro View 走。啊！你输十只蝎子了、欸，哎、欸，我吗？对不对？
你看我是 CS， 没差、啊，我是资源。你看我是 CS。哎哎哎，来来来，看看。想干什么？你怎么没有锁起来就 W 啦、啊？哎呀，怎么干起来了？他六等啊。嗯，不对不对，哇！你是不是被自己人 gank 啦？还好还好，哇！是被你 double kill， 这什么到底是什么？宝物，太浓了。所以 Terry 是觉得戴安娜改这样变烂吗？没有啊，你讲啊，我刚用一把把盖伦打爆了，把盖伦打爆了。虽然为什么蹲音，为什么蹲音不要先出香炉啊？妈的，肯定乱出啊！乱出，他吃得到盾吧？吃不到吗？可是三娜可以吃自己香炉啊。到底那个问你到底要出那个东西干嘛？又不能帮队友，他打出香炉啊！又不能帮队友，到底为什么要出那个？他难道能够帮？难道能够帮队友触发吗？是吧？你在看他直播、啊。我刚贴的那个啊，土博。要贴啊？难道他是能帮队友触发？什么？我大了各位。是谁？我是神。哎呀，我等一下直接飞一波啊！输了一些 CS 的胜。不是啊，这戴安娜到底要不要出来打、啊？妈的！一个 buff 他一下，然后一直 Q， 一直输了个 nerf 的，丢不丢脸？这样子。可是阿卡丽一直都是做坏的、啊，所以你觉得卡丽被 nerf 了多少？还是你玩起来？但肯定没差，就是 Q 那一个，那个不能 Q 到后面的，这就很抽象啊。本来就不该 Q 到后面吧？啊、哦？哎呀，死了！什么死？哎。他有大的，有人套干。哎，好哎，刚死他，刚死他，吸回来，吸太神了，吸回来，哇，太神啦！哇，我们这个配合，哎，不是有套我，为什么没有助攻？哎，对，为什么没助攻？太久是不是？哇，真比较安全，一好吸。这场要靠你啊，哥！哇，咱们互相吸奶，互相取暖，互相吸奶，互相取暖，好可怜。上路，上路吸我，吸你，也去吸上路。这是一个69的概念吗？吸我，我吸。不要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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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不舒服。戴安娜笑了，戴安娜笑了。不排除提出性骚扰。哇，不排除提及啊。我要打吗？他们下路有闪吗？没有 ，AD 没有。来来来来，哦，去帮你补上，我去帮你。我平原。哎、欸，这是莫，这换到了，这换到了，砍死砍死，再一刀。OK 的。哎呀，不行哎、欸，这到底是什么草包？松动哎、欸。所謂有那个中洞的欲望，看到洞就想钻。哎、欸，这个就是我就是比较烂的上单啊，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。你就不看我的？哎、欸，没事，我帮你压他 CS。啊，他不能吃兵，他不能吃兵。助他 CS， 帮稳他。哎，难玩。哦，你下车回去吧。你就说可以单杀蛮王挂，你们要不要上路跟打野换一下、啊？我就买打野刀，把你重击重击丢地上。哎、欸，吃这个吃这个，艾克想搞我哎、欸，吃那个吗？刚刚先搞过我，只是这个塔先吃一层，先吃一层，吃一层，真的，那个上路跟打野换过来了，艾克飞下来嘞。我王可以吃两层，你就吃啊，你就吃。我会帮你把这个血量打低啊。好。哇，一个，我自己养打野。石头啊！哇！
被搞了。哎、欸，很好哦，我才要点，你说要点啊？我们这上野互换呢，哇！哎、欸，你过来，哎、欸，他不让我拿、欸，哎、欸，他有病哎、欸，哇，他点燃呢、欸！哎、欸，我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帮忙套个盾如何？不想不想，哇！哎呦，不对、欸，你打 WCD 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对、欸，没有。不会，哇！你们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们怎么换回来就出事啊？怎么了？第四者，你们有你们两个人的助攻哎、欸！第四者有你们两个人助攻，哇！猫子突击到底哎、欸！靠！哇！怎么风向好乱啊？怎么样？你们是在送哎、欸、哇！不是啊，你不要去帮那个赵信，那个赵信也不要把猫拉出来啊！哇！我问你们，你们两个在不是少送一点吗？哇！是什么？调整游戏难度哎、欸！套路啊！没事没事，我们遇事者跌倒，我们从火龙站起来。对，我们从火龙站起来。你们不懂啦，哎，我们这个是先让他有钱，等下再去收他。哇！他这个钱有点多哦，是守塔哦。两个守塔啦，这钱有点多、哦。就我这个是出了点 trouble， 意料之外的事情。下路下路，感觉。菲特，你可以冲，我会飞。我飞了，我飞了。飞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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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哪边跌倒哪边从另一边站起来，顶级啊！哪边跌倒就从另一边站起来。哇，你怎么砍那么快？哦，凯神斧是不是？对，上路。那我去吃。赶快小反甲塞起来了。打蛮王出反甲没用啦。他要吃什么？忍足就够了。我就不要跟他打其他。那我先垫一个小反甲，我说先垫一个小反甲很赚，不是吗？没有啊，蛮王不会在有重伤的时候跟你按 Q 啊。他快出蓝盾吧，兄弟。他放出蓝盾的。兄弟，你顶不住啦。守望者再不出来，不用打。你不降爆伤，你会被烤爆。哎，换他吸奶，糟糕！他有阿吗？什么？到底是什么事？他没有。来来来，这两个都很值钱，来，值钱的，值钱的，收他，跑走了，想跑，加速，直接闪现过墙。值钱的，爽赚，值钱的，兵给我吧，我很穷的。看你可怜，我可怜。但可是我有点缺一点钱嘞，这一那下面这一波我有一点。假扮龙。好像躲在这个洞都不会看。我不是啊，没吃到，到底是假扮还是自己吃的？救命！应该不是我看错。他没打。啊，送头！他、啊、怎么突然又疯了？太赞了吧！哇，是不是？然后靠火影反败了吗？我们刚才那个努力，现在回馈到了阿卡丽身上。你说你们努力送的部分，努力送的部分是不是？我可以推这个吗？你加油啊！是可以的吗？你不值钱，恢复不值钱吗？欸、不对，你刚刚下去拿了一颗头、欸，哎，已经又送一次啦，兄弟。那就有点值钱。沿路走一下，我看一直跑来跑去的，有点累。丹拿去下了。果然那边不太对劲。不知道，我刚跑上啊，很忙啊。队友传送啊，队友跟队友都在搓，妈的！一直说怎么本来讲的名话，来，丹拿那边了，来啊！超多人在打我，就是怎样？真的逃爆！你怎么不逃出去？
你直接吵出去不就好了？我刚被那个艾克晕下啊！那吵出去吧，吵不出去了。真假？这么 OP？ 啊，晕下来我是不能按技能的、啊。那你应该再多走一步啊！那应该在晕下来之前就吵。可是晕下来之前我吵我也吵不到啊。没事没事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完美的 ending 就好了。我家火影很肥。下一个龙在哪？你以为还有下个龙啊？好吧，要投啦！这边要投了，我们他想投啦，我想投啦。五五四，你跟我说投，队友都在闹啊！跟我这个上当，我很认真的。可惜我被停了。你打啦，到底哇！我很认真的，到底的、啊、你怎么打的？你好像死磕头一样。翻坦翻坦，翻快乐翻棒。翻坦翻坦，我会被你们气死、欸！哇，你的那个呢？啊，你的那个翻棒了？那呢？你刚刚怎么没有帮他放下见证？我刚有想要按，可是我被气死了、欸。那蛮王开枪，我就不见了，受不了。不行，我真的按不到。哎、欸，你别吧，你不要了，你不要。那蛮王砍个两下，我就不见了，那就好了。哦，你要帮他拖延时间呢、啊，我们这个 hold 不住 ，hold 不住。那蛮王砍我两下，我就不见了，这还要打吗？下一年还帮凯撒争取。蛮王，哎呀，探桌子，探桌子，有人来帮我。别再出什么探桌子了，逆风还出探桌子，想死想输是不是啊？你觉得我赢吗？也对。那蛮王砍两下我就不见了，哦，你会赢这次来。可是我这只要怎么保人啊？可是我才十等，我保他，我丢烟雾弹。逆风先保 KDA 就对了。对，差一点。OK 的嘛，哎，轻松啊 ，KD 就是 KD 跟鬼一样，啾！哇，够大！谁够大？对，他怎么够大？那个啾啾弹不要卖了。我要说什么、啊？你要你要分坦还是打坦知道吧？分坦了啦，你差不多了啦。你也出了，你为什么要出一堆小象啊？你那个小龙快出了，小龙快出了。我要去小龙，因为我那个时候要出门，我就随便买。你跟着小龙啦，小龙快出了，小龙快出了，小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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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可以刚，你可以刚。这边艾克，这边艾克。哇，血钻血钻，吃龙吃龙，有助攻有助攻。上路啊！这种，太难了，又要推到底，打到前的同时，先吃，妈水龙不吃，水龙不吃是棒槌啊！水龙不吃，天理难容。总先生干嘛？我有超闪哦，各位。拉一下我，他砍一下，我们全都死光了。弄死他！弄死他！三秒，两秒潮闪，我会潮 AD 哦。打 AD 闪了，已经跑走了。哎，中路那个必须还在推、欸。那怎么又一个大虫啊？我们打龙，他们打鱼。是什么两个？看起来是优势的、啊。哇，受不了啦！可是心态是劣势。心态，心态崩了。可以啊，我可以啊，我们很强，我们强。那你心态崩，你要学小狗不讲话哦。好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这个时候冷静啊！你要让队友觉得你在思考。鬼翔，鬼翔是你的好帮手。他说对面打不太行，好帮手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对吧？挡起来，对吧？挡起来。我没有 solo 的可能性，我觉得。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或者不要啊！你是发疯是不是啊？哇，队友都是疯狗啊！这赵信又在吃小龙，发龙是什么鬼？哇，可以，坦能坦住哎！来，我想去帮他吃掉。阿贝，看你，太帅了！看到了，小丑。哎、欸，我会找他。哎呦，哎，好痛！灵魂收割，哇！飞上去。好啊！喂，没事。相位转一下。嗯。蛮王要逼逼起来啦！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
你不大，你不大，没事。守望者出来了，怎么输？我们胜是一个小剑王哎、欸，四小剑，四小剑真的小剑货，小剑货，小剑货也没了，小剑货吗？好呗，对我要取的是小剑货，你是中路不够细啊？他是怎么了？九秒大，九秒大，哎、不知道怎么了，没事没事。我成功了，我底不大，上路在拆塔了呢。辅助一个暴毙报告。没事没事。六秒大。哎，怎么干起来了？别吧别吧，没有干起来吗？是被干了，没有干起来了。你这个闪现好亏的。我靠，有闪！有闪，你怎么不朝 AD？ 我不会朝 AD， 你要先说。因为我很烂啊。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还真没什么好说的。我这个海鲜拉什么说？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反驳什么，我比较烂啊。我不行了，我要回了，我要回了。你操作，我还以为你刚刚那个操作是要闪逃 AD， 结果你跑去当海鲜杀手。我想没逃到。如果杀到海鲜就算了，还没杀到。我这边都是多人啊，我靠。艾克小心啊！很酷哎。刚刚处理那，刚刚处理那只蛮王处理很久啊，对不对？难搞啊！是你们前面的失误把它养肥了吗？艾克不是没影子吗？怎么可以这么大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他怎么？哎，刚才他怎么会盾？我操！哇，终于抽到了！好，所有的努力就为了现在。假巴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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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假巴龙。确认他的眼神啊！过眼神啊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对面也是个白二，白二啊！哇！对面也是个二啊！哇！自己就长帅，太神了，帅哥！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哇！